大家好，我是澳洲尊博集团的 Claire，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我们 Australia 108的项目，二 B 一 B 不带家具的户型。一进门左手边呢，就是我们的卫生间。这边有一个隐藏式的洗衣。往里走呢，是我们的厨房，还有客厅区域。这边是我们的第一个卧室。旁边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卧室。